恭喜今年要毕业的三年级所有的同学，那还有特别是李三甲班跟李三信班所有的同学，祝福你们在毕业之后呢，无论是升学或者就业，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果。那么我也希望同学在未来的时间要不断的自主学习，努力向上，加油哦。